大家晚上好，小兵在星期五晚上又要直播了，就是没有通知大家。你们看我后面的背景，勉强还可以啦。哦，这是我书房的书架里面的书啊，其实是很乱的，整理一下。将来就是这个部分，现在我们是在角落的这一部分，将来这边很大的一个部分，真的很想弄好直播室。哇，因为网友们这样善意的批评啊，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在客厅的话，也不是很好意思。但是客厅我坐的会比较舒服，因为那个是沙发嘛。现在坐在一张啊办公椅啊还不错的办公椅啊，是我太太的。呵呵。好，我今天也要跟大家澄清一些事情哦，就是因为今天的那一个影片可能是谈政治问题嘛。所以，那个观看的播次已经增加到好多了，哦，然后比前面的那几个影片都来的，我们是广东话是吧？辣骨啊，比较辣骨啊，所以心里也蛮感恩的。但是因为今天有很多网友提出意见呢，那有位网友说希望晚上直播。你看我现在网上直播，我现在灯光也可以打，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书桌，啊，只是在角头，背景是这个书架嘛。如果我在正确的位置，背景是那个窗帘布，但是那边很乱很 messy，没有办法去整理。我就读这念书念到啊，太多书了，全部啊也没有时间去处理。啊，不过已经立志了啊！如果明年下半年开始我就毕业了，然后我就要把这些书重新整理。书这种东西买的时候是很有价钱的，卖哦，连收破烂的、收旧报纸的都不要，连称那个重量都不要，杂志他们还要嘞。我这些书他们都不要的，我那很多书籍没有人要的。每个都说不值钱，那这些都是知识的来源，所以花了很多钱在书的上面了，但是不舍得丢。有些书真的是很好，需要保留下来。当然了，如果有一天我百年归老的话，这些书相信我的孩子也是丢掉，我也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什么。但是有几本是非常珍贵的，我其中有一本。天主教的神学词典，据我所知，在新加坡可能没有超过10本的。我当时买，他们只拿10本来卖，后来有没有带来卖？我看是应该没有，因为当时的10本我来买，我买的时候，他说我是第二位买的，呵呵，第二位买，所以他们也是很头痛要销这些书。然后现在是网络时代了，更加难。哦，爱赌博的人不可以，家里不可以放书。哦，所以我如果赌博的话，我一定输到光，脱光光啊，全部都是输，啊、哦。那有些书真的是看书，比如说我们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真的是每一本看到完也没有办法，啊、哦，尤其是你把它当成参考的话，你是啊，通常看前面前缘，然后看后面，看它的 footnote，看它的作者的这个。资历，然后看大纲，选出那些要的，然后就跟他当成参考。现在有一种方法，现在念书很方便了，因为电脑的原因啊，电脑技术很进步，我们有很多软件，手机的软件可以拍书的那些字，拍了你可以，因为很多书都是台湾出，都是繁体，你拍了可以转成简体啊，因为我们。做扣那些书的内容啊，参考书的内容，你不可以写说自己写的啊，这些是别人那些神学家、那些作家写的书，你一定要做注脚的话，你要引用他的文字，所以好了，你不用打嘛，不用就是不用抄，不用再重新打过，这些抄过来，然后重要的是你自己怎样去评论这些话。如果说到评论，今天早上这些评论，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评论太多，我这里也要澄清，可能那些评论我的人误会，因为其实我在前面的时候我已经关闭评论了，我的小兵的这些我小兵的所有的网站里面的内容我都禁止评论。你说为什么我禁止评论呢？这不是我的问题啦。那你如果说啊，你给他戏啦，你怕死啦，你如果没有做错事，你不用担心。问题是我讲的话，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影片我说的话，我负责任，我写的东西我负责任。但是有关当局他不是以你的话如果有问题，但是是没问题啦，可能被人误导，他认为他你会误导别人，那你要去answer的呢？这个是我不可以说他们错嘛，因为现在他说你好像诽谤的东西，你真的是有些东西是很可怜的，就是说你到底是真新闻假新闻，真真假假，有时你也不知道。所以我的评论如果下面有一个人放一个图片啊，什么闪动的、闪情的、暴力的，我不可以啊。他们就是这些都是问题嘛，或者他讲一些话，这些影射，从我的话影射，或者从我的话夸大扭曲。在台湾啊，哎呀，没有人管你的，你讲什么都好，因为人权至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啦，是很多问题的。我们真的是，红色恐怖啊，白色恐怖，蓝色恐怖，啊，闪电恐怖啊，打雷恐怖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是有一点恐怖了。所以新加坡人就是这样哦。骂归骂，讲归讲，投票的时候就是含泪，讲好听是含泪了，讲不好听就怕死。你说我怕死，没办法了，暂时就是这样。想要继续，最少我开直播成为直播客，那我也知道有人觉得说这是一个艺术嘛。我不认为是艺术啦，你们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名嘴啊，什么要成为网红了，没有啦，没什么本事啦。我搞笑都比不上沈玉玲，我的学问比不上李涛，比不上李敖，比皮毛都没有，我的机智比不上吴宗宪。那如果从本土搞笑，我也比不上阿兰妈，我更比不上李国煌。他们都是艺术啊，艺术演艺人员，更比不上王沙野风。如果我要搞笑，但是我有自己的风格啦，没有办法，知道讲话是有韵律的，真的没办法。而且出现了一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啊，有时要讲的时候想的时候，你看现在就是这样，那个有一点太丢样了，那个字不能够进脑，你过后再看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字，为什么用这个词，会有人安慰我了，这就是你嘛，你就是你啊，小兵就是小兵，我有我的人生经验，我有我的看法，我不是关在书房里面，我不只是做一个行业，我经历蛮多的。其实从我这60年来，我在警察部队，我做产业投资，做产业经济，我走过这个直销的，曾经我嫁过德斯，我在监狱做过辅导员，帮助他们。我的警察部队里面，我也不只待在一个部门10多年，我是好多个部门。我在邻里警岗，我在巡逻部队，当我是
新进的警员的时候，我在警局的牢房里面，我管过那些国民服役，我做过便衣警探，当我辞职的时候，我还要回去后备警察 reservice， 我当过水警，我做过这个installation key installation patrol team， 就是那些重要设施的防卫工作。单单警察部队我做过好多不同的部门，我也在交通警察当过交通高速公路巡逻部队，14年里面好多部门我跑过。所以这些东西你问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可以了，如果你觉得值得听你就听，你就吸收嘛。这些经验有些人觉得得着吗？我不是跟你们讲，有一位讲师，我的老师，他的孩子现在在国民服役，他曾经问我要担心什么，做爸爸的担心孩子。我不是跟他讲要小心贪污，要遇到的时候你怎么抗拒这个诱惑，他也很惊讶，他说哇，这个时候这个时代还能够贪污啊？不能够，但是万一遇到怎么办啊？这就是从我的谈话当中他得着，他跟他的孩子千吩咐万吩咐，最少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如果孩子在那一刻遇到了诱惑，他立刻会有一个警钟闹钟啊，警钟就在那边警告他，警钟 就在那边响啊，爸爸已经跟我讲过这个不可以，一拿了就麻烦了。所以 很多经验是可以跟人家分享，比如买保险，我劝你们不要花，如果你们的 保费有限，先买第一份的是住院保险，也不要去买，却不要去买重病保险，因为万一你的重病 发生，但是不是，比如说里面都是保癌症的，你没有癌症啊，你是肿瘤啊，他没有赔你的，但是你一住院就有赔了，所以住院保险是最重要的。这连就算是每个人，其实你们大家都有人生经验的，只是你要怎么去跟别人传达嘛。好像我喜欢吃火条面、炒火条，哪种炒火条好吃，哪种下面好吃，将来也可以分享。不是说我说的就是好吃就是好吃，可能你认为不好吃。我觉得不要太为我担心了，虽然我知道你们很多可能对我有要求，但是我今天想了整天呢，因为我会受到一点困扰嘛。尤其是有一个友人啊，他赶快跟我讲，他说他们反应这样都是好的，我说是啊，我都知道他们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不好的乱乱放你的评论怎么办？他说你不是说你要把评论关掉，我说是啊，我最近又忘了，尤其是今天谈的，比如说谈政治这种敏感的东西啊，有时候我是指桑骂槐了，你以为他们不懂啊？但是没办法嘛，我讲心知肚明，你以为没有人懂我在讲什么吗？你们懂，对方也懂啊。你以为我们所有的户口没有人去了解，没有人去观察吗？我不是曾经讲哦，我们有很多部门，我们也有属于，如果我说了，我们也有属于比 CID 更高的更重要的部门，有没有？当然有了，都有的。难道我们没有情报员吗？有。难道我们没有敢死部队吗？啊，那个没有我们没有敢死部队，因为我们的军队的我们珍惜生命，不随随便便去敢死。如果真的为了国家可能会了那一刻，但是没有成立敢死部队啊，精锐部队有 ，commando 有，当然有，所以每个，所以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他因为你们的反应太好，所以他提醒我，就我就想，
是啊，我这次又忙哦。你看、啊、我这次又圣诞节很忙，过后我就去高雄了，跨年了。我不想这些影片啊，这些评论啊，有人就善意的批评，没不要紧，就是担心放那些诽告人的。如果有人说啊，你他们没做亏心事就怕人做的嘛，行得正就不怕人家告他诽谤。哎呀，我们又不是没有看到，65岁的也告，7、8岁的那几岁啊，那个很小的那个也告。不是说我们怕告吗？不要这种麻烦的事情，很累的嘞。你真的是很累了，你真的很累了。我知道我们的网友有啊，当初也没有想到啊，大家都是管理员，结果一篇文章，合成的照那个灯的那个也是，我规律他是顽皮啦 ，mischief 啊。如果在讲乔迪是吗？哎呀，你讲到乔迪是没有理由啦，因为我们这边都没有小孩子 ，mischief 啦，恶作剧啦，结果哇大事情啊，对不对？那个根都那三条根都扩出来，第一次，从来不谈华文圈子的这些在野支持者圈子的问题，结果是吗？大家都懂吗？受牵连的人都告诉我们了。有一个很无辜的，从来都没有 not active at all 的，结果也影响他的工作，他也没有怪了。他们5个人倒是表现的比较，我心里打从心里佩服他们，他们没有互相责备，没有互相指责，他们选择的是冷静处理。但是，所以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都跟大家讲，网站的东西。最好是个体户了，自己负责，自己讲话自己负责嘛。我现在讲的话我都要负责的。那你放的评论，因为他们认为说会影响我。我讲这句话会造成你想到哪里去。我哪里可以管你想到哪里去，我哪里有时时刻刻盯看那个评论里写什么。我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我的时间也是。那你没有写，然后他哇那边就跟你扣下来，然后就要你道歉不要紧，现在有时候发现好像连道歉都没有了。你看那件事啊，那个闹得很大的那种家族闹到要离开的啊，一个堂堂的一个弄到好像还要在国会里面，我都不懂，觉得这种东西很怪的，民事吗？刑事吗？关我什么事？也是啊，闹到你看后来又什么一个副教授都不能够回来。副教授呢聪明的，他六亲都不认嘛。哎，这句话不可以讲，不是六亲不认，是人人什么人人在法律之下都是平等的啊，这样讲。坊间的人讲六亲不认了，真的啊。而且他在那个他也是脸书，而且是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封闭的嘞。他只是几十个人的封闭，只要有一个人把那个就中了。那我这个封闭的网站有1500个人呢。那我请问大家，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不是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网红。我的目的在这个脸书的直播课只是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有关于我的生活，我的经历，有关于我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看法，有关于我对政治这一块我的认为，没有说我一定对，你明白吗？但是我说出来，我也尽量不要去以暴力的语言，我也不要用所谓的诽谤、自介的影射，有啦，那些影射不注意造成诽谤吗？我没有说什么啊，我说的就是，哎呀，发生这种家里的事，发生在国会里面，对啊，
过去了啊，一个人已经过去了，你要尊重他。我尊重孙中山了，没有孙中山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我们这些炎黄子弟能够大家在世界各地成为什么男儿当自强，每个在每个的地方成为男儿当自强。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的话，我们现在还在满清的统治呢。那我们这些，我爸爸也还在中国啊，还在留一条鞭子啊。没有民国的话，是不是我要敬佩不是孙中山先生？尊重是要被赢得到的，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尊重的对象，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之所以做这个腾清，是因为我担心那些评论我的人以为我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其实接受不接受我都会听，该接受我都接受。如果你看我立刻反应出来，我这个背景其实是好过这客厅了，现在已经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那个背景都是我的书嘛，这个书架，然后你看到这个白板嘛，后面当然是见不得人了，还有一块白板遮住啊，然后灯光也打得比较看好一点，因为那个座灯就在旁边，也是同样的座灯啊，位置也比较好了，因为比较字就是字嘛，没有不要给人家感觉你好像哑人一样，从上我明白，我都明白这些道理。那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讲演讲，我们现在因为我那个地方很小，所以还是平的，真正很多地方都是在舞台上，所以讲员是从上面讲下来的。那不是啦，我们这种是平的，我喜欢这样跟你们一起平这样平起平坐，然后我把我的心声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引起共鸣。我的目的是内容啊，就是我讲的课题是否对你有帮助，然后我搞笑一点，我制造一点效果，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也谢谢网友有对我有一些要求，我真的也是做不到了，因为我不懂他是不是直接，因为他说他有讲嘛，他说李敖啊讲话一块一块，因为你注重的是李敖讲话的那个技巧，他当然是一块一块，他几岁了嘞，那你听他的内容啊，听他的内容啊，李敖是我算是尊敬的，也非常喜欢的。有一个时候我买他的书，我大概有五六本他的书，看的时候总是会心一笑。所以我对台湾的政治环境是非常了解，哎，不可以说非常了解。如果以新加坡人跟新加坡人来讲，我是非常了解。如果我跟台湾人比，他们皮不烟啊。他们难道不了解他们的政府跟他们的政治环境跟他们的政党特色，但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我们可以分享，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公积金怎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选举是怎样，我可以分享。其实都有不足的地方，每个国家，印度也好啊，英国也好啊，美国也好，好像美国这样，你不是拿最多的投票啊，你不是拿最多人的投票，你就是当选总统的，他还要有人票，每一州代表多少人票，那个人票才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嘛，比如在新加坡也是啊，你不一定可能会不会有反对党的票可能多过就是当选的那个政党，可能啊，但是他就是输咯，很奇妙的啦，选举的东西很多 tricky 的地方，很多奥博的地方，很多，哎呀，中间不是讲过了，老人家他说选举当然是对我们有利啊，那你可能对反对党有利，对在野党有利，游戏规则当然是我们定啊，难道我们让他定游戏规则来玩，就是这样咯。所以不是有一个漫画咯，说他踢球好像比参加选举好像踢那个足球的这样，
但是每次踢的时候，他的龙门就移来移去，永远踢不到。是啊，大家，哎呀，我就是很想用这句啊，心知肚明啊。啊，如果你能够赢的话，如果真正的引起，哦，民心思变，能够赢那个选举，赢得那个选区，那真的是，哇，很会疯狂了。你看那时候，2011年的那个阿育女计选区，我那时候每一场，一年的那个每一场群众大会，我都在看现场，都有去现场。啊，成绩报告我没有啦，我没有去到那个咖啡店了，但是听说那也是紧张啊，赢了之后叫大家回家，怕你们赢过头啊，然后所以担心嘛。在台湾还不是这样，选举都很担心的，赢了就叫你赶快回家了，不要那个高兴过度，然后做出一些违反规矩的事。每个国家都有没有国家没有民主的，连一张票都不能够选，几乎都没有了。你不要以为中国没有选举，他们也是选他们的，他们有选啊，只是他们是人大里面自己选啊，人民有没有选？没有啦，但是他们有选，社区里面有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村长啊、里长啊、什么长，有多少你也要让人民有的一点选哦。我看没有得选呢，这个全世界上文莱是没有选举吧？好像没有嘞，文莱是没有选举的，对不对？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连泰国这样往。泰国皇室这样受尊崇的泰国的政界军人，你看干预政权，但是也在所谓的民主，他现在到现在他还要说明年底才来选举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些政治的东西其实我不是有说过了，你说很敏感是很敏感，但是你说不敏感也可以不敏感，你要开开心心谈论也可以，你要小小心心谈论也可以，但是它后面有一个杀伤力了，是不是？政治这一块绝对不是一个，是一个真刀来的，一边是利的那个刀锋的地方，比较不利的是它的刀背，我们只可以在刀背上面走来走去，这样我们不可以在刀锋那边尝试去跟它，那你会被割得很惨。所以大家，我怕大家误会嘛，所以我怎么辛苦啊，我弄了这个背景，我现在这样看我也蛮的觉得蛮好了，所以真的谢谢他，谢谢，真的要谢谢那个网友，包括我的其实连续两天啊就讲我这个背景不行了。当然现在这个背景你说行吗？哎呀，我说行你说笑死人，这个背景行也是笑死人，还是不够好了。我基本上背景有书，看起来还不会，我还放一个越南的那个手工艺品在那边。我跟你讲，那些都是遮住后面看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有把我警察部队，你看我当年当警员的那个照片，蒙蒙的，还有上面也是，啊，都是遮住那些不应该。还有那个白板，啊，这样看起来有一哇，好像塔切狼啊你，哇，这个我塔切呀。哎呀，真的，哎，不错啦！我现在慢慢讲啊，我又觉得蛮好的。我这个椅子又很好，我太太的椅子很舒服的。我是坐沙发，她是坐这张椅子，她的电脑在这一边啊，这边。然后这个是我女儿啊，这个也是大乱的这边啊，我的孩子很大乱的，全部读书读太多了，全部书乱丢了。哎呀，整天说要收拾收拾，到现在没有收拾。我自己也不要讲他啦，所以我没有资格讲别人。我真的很乱的，我不敢翻了，我翻的话你们说哇晕倒，你们说啊，所以这边这整个书架啊，这个是两三分之，是看到的是二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二分之一是很恐怖，我还看到二分之一，但是还有下面看不到啊，下面也是很恐怖。还有前面这些也是书桌，这个书桌蛮大的，其实这个地方我将来要跟他直播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呢，啊。对我来讲，我也不是跟你们讲为什么要直播，
直播你一直在想那个话，你要讲什么话，也不用我不是，你们听得出我不是疯人讲疯言吗？不是风言风语吗？我不是说对的吗？我讲话直接无达不道理吗？我淡薄，我点点，回什么怎么讲？回想，修多顿，我一直回忆过去的事情，对我的脑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不知道呀，就总是觉得有点不大对了。不过还好啦，读书我倒是做论文这些还有那种整理呀、不是很不是，哎呀，怎么讲？但是常常会忘记东西的嘞。然后远的记得，近的就忘记。等一下一刻要做什么忘记，尤其是吃药，我不是告诉你我吃药行不行？早上的药啊，我必须从抽屉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把药整理好，中午的、晚上的药放在那个盒子里面。现在要吃哈，水准备好了，每吃完了就赶快把吃剩的那个药放在抽屉里面，因为哎呀，大家知道我血压高嘛，那药吃了，剩下的哇，赶快放在抽屉里面，就证明自己吃了。不可以跟人家讲话，假如我跟我太太讲话，还是跟我女儿讲话，我拿那个药哦，里面已经有些开了嘛，有些没开，我会想，哎，我到底吃了还是没有吃啊？你没吃，你以为你吃了，哇，你没有吃咯，你吃了你再吃，哇，double 嘞，你变成血压没有，不会，哇，整个人。很精神啊，危险啊，也是血压变成低啊，所以吃药的东西真的是很奇怪的。你是不是说你不要放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真的没有用的嘞，不懂为什么，没有办法的啦。你有时不懂今天星期几啊？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你忘了现在是星期五，哎，你还以为今天是星期天，哎，你以为星期是星期一，尤其是假期，你们一起来，喂、哎，好像是礼拜天这样，哇，赶着要去忙，因为礼拜天是我工作的日期嘛。你看我现在讲话就日期，我这两个字我就顿一下，会的，我们这种年龄哦，不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是所谓专业的。很多东西不可以啊，什么弄鼻子啊，讲话，没啊，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但是，我讲话如果要快，我可以很快的，就是要训练的。我这有一个，我已经跟他留在我的脸书里面。他洋人那个讲华语，讲那个华语很标准，很快。标准我没办法了，快要尽量哦。快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想到什么，你就要讲什么，然后又非常的快的表达出来，然后让大家弟兄姐妹都认为我的话是有道理的，能够帮助人，能够引起共鸣，能够继续激励大家，使到他们的人生有前途。哇，不快了，快了，没有差，没有大概没有什么差错，是可以的。如果我要快，但是有时也不要太快了，有些人听不到你讲什么，以为你在骂他。所以还是回归，所以我决定把那个脸书的评论，那些比较课题比较敏感的啦，那有些当然不必啦，有些我的小孙女这边玩，难道如果我的小孙女玩也要被人家写评论，然后我被叫去喝咖啡啊？我真的是啊，我逗料了，今天是不是？如果啦，你觉得说，哎呀，我大惊小怪啊，没有水准啊，not steady 啊。喜欢你讲哦，真的，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我从小兵，我2005年就在南洋商报，早报，早报网，网上就在找南洋联合早报的早报网，那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评论，那时候很骂来骂去，骂得很乱的，我都已经在那边。
参与这些所谓的论坛。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呀，有啊，很多你们网友，起初我都让你们贴贴放自己要放的稿，后来我说不要啦，每个人自己负责自己的言论。所以我不是提倡说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脸书，自己讲自己的话，自己开哦。现在我不是更进一步跟大家讲，你也可以开直播课啊，你也成为直播课，每个人都开直播，这个直播是免费的，是很好的一个管道啊。为什么我们每天晚上都看人家在卖东西呢？每天都在卖东西，然后又穿到，有时候对不起啊，你们都是卖东西的啊，那些直播员我真的有时看不下了，不一定要穿到，哎呀，是暴露到呢，你就很难专心去看那个货嘛。就好像我这样，上一几次的直播，你们都一直在说我的背景暗啊，看到厨房啊，看到雪柜啊，觉得有人看到会反感的，我也没办法。接着说我为什么不要把直播的时间讲好？我不是告诉你集中那一天，我自己都不懂，以为自己要死掉吗？哎，药敏感，那个药敏感，后来看那边那个药敏感，如果我继续吃的话，真的会死人的呢。我女儿也是很生气啊，为什么她会给你这样的药？跟我说，她有错吗？我女儿说她没有错，但是她可以给你其他的药，比较好的。我说她有错吗？她说她没有错。她给你的药就是，她要减轻你的负担嘛，给你最便宜的药。所以我跟你讲哦，有时候没有钱也是真的很麻烦的。政府津贴的药啊，我不是说那些药不好，便宜的药，哎呀，一分价钱一分货。好的药，所谓定义好的药，贵的药就是因为它副作用少，它的药效好。便宜的药就是它的功效没有这么好，它是起初发明的，后来慢慢改进嘛。那些起初的药还是在卖啊。就好像现在你说有人血癌啊，有人癌症啊什么，你用 chemo， 一听到 chemo 就是落伍了，这种治疗法已经是落伍，但是大部分人还是 chemo 啊。为什么？因为省钱啊。你不懂，你前面你没买保险的话，你负担，你付这些费用很怕人的、啊、你电疗也好，化疗也好，其实都是把好细胞坏细胞杀掉，你都知道，我讲过了。那现在治疗法就是用免疫系统法，有人用，很贵很贵很贵，非常贵，如果没有保险根本不可能的。那有保险你用这个免疫系统没有包赢的，因为它是把细胞好像军队这样送进去，输送到你的伤口，你的所谓的癌部分打针，把好的细胞输进去，增强你的免疫能力。当然不只是细胞了，包括一些我不会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增加好的细胞去对抗那些不好的细胞，那你就不会像电疗化疗这样把里面已经存不多的好细胞有时也要杀掉。但是免疫系统的治疗法很贵啊，治疗癌症。所以从前我不是告诉你，我女儿在辞职之前，他们就开始研究那个药是比较便宜的，不用打进去，因为打进去的果效比较好了，但是这个药不用打进去是次的，药源又回归到药源。所以很奇妙的，当一个东西进步的时候又回归，就好像从前你知道吗，卡带然后 CD， 那起初是黑胶唱片吗？然后就还有什么录影带啊，然后就卡带啊，然后就 CD 哦，人家说很好。然后呢你看现在又回归黑胶唱片，觉得值得收藏啊，声音更真啊， CD 怎么比都比不上啊，又回归起初了。那我们穿衣服也是嘛，越穿越新潮，然后最后你就发现了回归我去，我想动没掉的了。
看到那些人，不管是男的女的，把那个 jeans 啊，哇，捡到他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鹿肉啦，鹿你的腿的肉，大腿肉、小腿肉、膝盖肉这样。哇，从前呢，这种服装也算是回归了，膝盖穿的嘛，对不对？小时候能够买一件 jeans 这么开心，我跑到 Galantine 那边，我买 jeans， 我记得一条25块，那时候已经很贵了。那个 Levi's， 我穿 jeans 啊，从前好贵啊，而且哇，要跟那个安哥讲说，你要给我好的 jeans 呢，不要破破烂烂的嘞，啊，不要。好像那个颜色不要褪色这样，那你知道后来 jeans 哦要褪色的才好啊，要漂白，要哪去漂白？我不穿了，我觉得这会不会造成皮肤癌？那漂白的 jeans 到现在流行什么？剪来剪去，剪到跟那五层跟那五层啊那样，不是啦，也不要说五层跟那五层，五层跟那七加层啊那样。好像奇怪，哎，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穿这种，不要怪我嘞，不要骂我啊，我自己觉得，我个人认为，真的有时觉得很闹笑的嘞，我觉得时代那种改变哦，是越来越厉害的。我再看看网络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谈。基本上没有了，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希望大家还满意了。那我的直播的货品已经离开那个什么那个中介那个代理帮我包装的，我跟今天刚刚付费给淘宝给他了，然后他就发货，通常先发货，他已经发货了，他发货，他告诉我多少钱，我们就给他。然后我们给他，哎呀，迪莎他就跟你讲，哎呀，要加一点钱啊，货敏感啊。敏感的意思不是走私哦，在淘宝里面，他们的敏感的意思就是，凡是你有 CD 啦、那个黑胶唱片，你有买黑胶唱片，你买收音机啊、录音机啊，一些，他很多啦，他有一个 list。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说哇违禁啊，不是他敏感，不是违禁，海关还是能够通过，只是说他要加一些费用啊，那个我也不去理，基本上还是便宜了啊。我还有没有跟你们讲，我从来都不用船运的，我都是空运，那当然费用高一点了，如果你船运费用少了，但是要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哦，遇到大风浪你的货就没有了，当然一样啦，你空运遇到空难也没有了，就是这样，空运快了一个星期会到，然后一到新加坡，然后新加坡一到大概两天内就送来了。我今天早上今天下午黄昏的时候回去去看我的小孙女，是昨天啊，昨天不是今天啊，昨天就买他的圣诞礼物来了，他很开心，哦，你们可能我太太有 pose， 哦，还要买一个抓那个抓抓机哦，那个我要玩的嘞，你懂那种抓抓机哦？我看到每次人家玩啊，你投币，然后他跑，然后下来抓了，抓不到了，通常抓不到，然后哇，你花很多钱。我现在买那个抓抓机哦，那个网友哦，淘宝王啊，趁他介绍我买抓抓机，我买，我真的买。哇，我的孙女哦，很开心，哎，她进步了，所以小孩子啊，玩玩具是多好。她昨天玩的时候，起初拿到玩，她不会玩，我们也担心她跟她扭啊，因为小孩子，哎呀，很野啦。但是教她怎么放钱哦，投币，拿那个手指拿那个钱币投，不会。昨天不会，今天会了 ，fantastic。通了，不知道怎么通。昨天拿那个投币的那个路口是一个直行的嘛，一个不会投，他一直好像，但是今天会了。但是他跟很贱啦，小孩子，你跟他玩了，一直抓不到啊，他又
都是给他输的，孩子都是这样，所以我要把里面的东西拿掉，剩下几个就容易做啊。哇，做到了很开心哦，那边结果更厉害，因为他看我把玩具从后面打开来拿出去，然后又添一些玩具进去的时候，哇，直接说要后面玩，直接打开后面，打开给他。哎呦，别闹花，你受不了了，就在后面跟你玩，咦，拿出来玩了，那些奖品拿来玩了，小车啊，那个小丽的那个里面还有一些小玩具，他是啵这样，他在那边玩这样，然后全部弄得满地都是啊。那孩子就是这样了，你就让他玩了，不好好玩。那我就有点捣蛋了，跟我来这样啊，打开后面的门，好，我就玩。然后那个钳子要来，我就把他的手抓住，给那个钳子抓住他的手。哇，他紧张了，吓到了，要给他知道吓，不好好循规蹈矩，这样用正统的方法玩这个玩具，竟然跟我来一个这样的摆灯。那孩子很奇妙。然后里面他们送一个 sticker 嘛，白雪公主的，就是这个玩具商送给我。哎，看到我就问他要不要，要，好，赶快把全部的小玩具小奖品跟我收起来，放在纸袋里面。哇，真的帮我收了，很乖哦，心里蛮开心的。教育嘛，这就是你。但是他还是把整个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但是这件事他真的收好，收完他，然后我再给他那个 sticker。 哇，没有一分钟啊，他的妈妈就跟我讲，我的女儿就跟我讲，哇，把 sticker 全部粘在他身上了。我女儿买很多 sticker 给他，因为有道理的啦，这些 sticker 可以粘看里面的图画，丰富他的视觉，然后去粘哦，粘墙壁都不要紧。现在先这样先了，以后他要涂鸦了，我告诉你，没有 sticker 了 ，sticker 放上去再涂鸦，再画画，在墙壁上。只要他肯做这些事情，就让他做。哇，我不必打他，我没有打他了，那你敢打他？大家都不舍得打，我只是眼睛上瞪着他，凶的啊，哭的嘛，真的哭了，不是假的哭了，赶快去跟妈妈伤心了。他假的哭我知道，我也吓到，原来我有这样凶的样子啊。小孩子很好玩的啦，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回啊，每个拜我就陪我太太回我现在的家。哇，他赶快跟你拜拜先了 ，thank you， 拜拜，什么都来，好像赶我们走这样。因为他其实真的要赶我们走，因为他知道时间，你们赶快走，我要回去找，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在房间那边抱抱憨憨，就是这样，小孩子就是这样，蛮开心的啦，有这么样的一个小孙女。好动好玩好学也好练。哎呀，真的是，我跟你讲啊，越聪明的孩子，越精明的孩子，我只有一句话讲，多厚多派啊。所以我一直千吩咐万吩咐我的大女儿，你要顾好她。当年顾你也是这样，顾她我都顾到越聪明，不是啦，就是这种人就是要顾的，好跟坏有时是一线的，一线之间哦，一线就一线之差。我看到太多了，很多，因为我那边工作环境是学校的环境嘛，隔壁中学小学，很多孩子在我们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哇，表现的大家都称赞。结果一到中学啊，一交到手，不要说你去交坏朋友啦，倒不如说你影响坏朋友，你变坏，然后影响别人成为坏。所以我从来也不喜欢说，哇，你去交到坏朋友，你什么资格讲对方是坏朋友？你自己变坏吗？你的孩子变坏啊，你的孩子影响对方啊，每个人都怪别人啊，交到坏朋友，不是这样。
自己的问题，有时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姐妹都有影响。要顾啊，没有顾的话，中学、中一、中二很叛逆的。这学生的问题啊，我有多少有一点经验呢？很多课题可以谈的，其实谈不完的。是啊，今天我其实第一的目的啊，因为差不多了。今天的目的是第一，澄清一下了。因为评论了之后，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善意的评论之后，我又有点啰嗦，现在没办法再讲了，就是要跟大家跟那些评论者感谢他们。那有时我们就是这样了。后来还有一些评论者，我也谢谢他们了。我还能够讲什么？最少他肯批评指教。不过接下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私函给我了，脸书可以私函的，不要客气了，大家彼此照顾，也没有什么损失。哎呀，人生其实脸书啊，你们不知道有一种很难过的事情的。就是你发现那个人不在了，他的脸色就停在那边。我有几位网友就是这样，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嘛，他的脸色就停在那边，很感伤啊。每一次写出忌日的时候，还有人去怀念他什么，慢慢就淡忘了，另一半也改娶了。像对啊，我没有怪什么时代了，现在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啦，太年轻的寡妇，太年轻的男人叫什么，那什么夫啊，我不会念的，寡妇跟那个什么夫啊，一个再嫁一个再娶是理所当然，不能够怪他们。但是那个脸书还在那边，哇，你真的很 big 气的，偶尔会去看一下，有时候好像感觉上，你会不会被脸书私函我呢？最怀念这些人了。我真的很糟糕的嘞。我想到我老爸，我想到老妈，会哽咽。想到离开人间的朋友会难过的。那我的工作其实有辅导的。有辅导的那个，有辅导的过程啊，就是常常会有机会辅导人呢。其实我没有资格辅导人的，我会感同身受啊，我会跟人家一起哭一起笑，那种不是很好，要冷血一点啊。好像说动手术的医生哦，你不能够，你要冷血，不是冷血，就是你要一点冷漠，你不可以意气用事。你做消防员，你做警员，你都要冷静。我不能够冷静的，我做警察不能够冷静的，我是一个跟一般人，我的冷静是越紧张的时候才冷静，但是如果我处理的时候我是很激烈。我不是跟你告诉你们那个故事了啊，前面开始的时候我讲了蛮多警察故事，还有我做警察遇到鬼的故事哦，因为那些影像都不好，我会重讲，到时候我会重讲。就是等啊等，我现在也是在等时机成熟了，慢慢的，你们在这里跟我一起度过这些日子，我谢谢今天有两位进来哦，然后有两位网友进来，谢谢你们，有一位是老网友了，叶先生，谢谢你，每次都看到你，很开心啊，真的。你每次出现我都很开心，哪里会不开心？两个开心死了，上面有四个按赞。今天星期五晚上，每个都 Friday Night Fever 嘛，所以你说晚上会多人吗？也不见得。今天早上很多人，那个白天的那个蛮多人的。讲政治是很容易吸引人的，但是讲政治是很敏感，要很小心。啊，不小心穿到，所以有点整啊，不是地整的关系，啊，所以我一直重复这个，就是因为我怕人家误会我，因为我那个朋友也提醒我，
他很担心啦，其实。那你不担心讲话？你看他们65也告，十几岁的也告，我这个60岁的有什么不可以告？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嘛，说哇，你敢敢这样？没有啦，我讲真话，我没有，我不喜欢他们啊，不喜欢不可以吗？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我都不喜欢？不是啦，当然。有一些好的，我告诉你，当年我在飞机场路，旧飞机场路，我在站岗，站岗的目的就是大人物要经过，他的 convoy 要经过，我就站在那个小路，当那个 mobile squad 第一个走过，就告诉你大人物来了，第二辆，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人物，整个车队经过，我们就在那个小路那边呢。我们的小路，那时候刚刚做警察不多久，我把 squad 来了，哇，alert 了。我们那时候戴警帽呢，很麻烦哦，又有枪又什么，那衣服又不是，然后挺直这样。那你准备做什么？准备 salute 嘞，因为那个他们的车都是那个国旗嘛。就算是外国使节的国旗，你还是要跟他敬礼。你看我的敬礼多么，我的敬礼很有水准的，有没有发现？训练出来的。有些人不懂这样，有些人这样，有些人这样。你看我的新加坡的，我有些人这样错，有些人这样也错，45度。我训练了，我常常对着镜子做这个 on 嘛，那时候年轻嘛，做警察。车来了，大人物来了，哇！就对着那个国旗敬礼。第一辆有国旗的，第二辆好像没有国旗，但是那个车窗就拉下来了，就看到一个手跟我这样挥一下，好感动哎！他不需要这样做啦。他不需要这样做，超你都少了。他每个路都，还是因为我真的十六都很，让他觉得说很，不过那个速度很快吗？没有理由的，他很自然知道有一个警员站岗，在那边值守，好好的做他的事，很有礼貌的向他致敬，他窗口。伸手跟你表示说谢谢你，还是回你的礼了，好感动啊！那时候我对他多么崇拜。其实我现阶段我也不可以说我讨厌他，我也不可以说我气他，我只可以说他有做错事了。所以那些被他害过的人讨厌他，当然是应该的，他们应该可以。他们可以讨厌他，他们可以恨他，要把他鞭尸，我都无所谓，不关我的事。但是我个人经历过，他就是这样。哇，我那时候很感动。可能你说就是因为这样你会崇拜他，就是他或许是这样。你们也懂我讲是谁了，那个老人家，姓李的老人家，是，他是一个很严格、很纪律的。我现在在坊间常常遇到很多人呢，他们对他很尊重的，比较年轻的那些呢，比我年轻的，他们觉得他真的好。然后接下来的就啊，卖逛就好了。他们很尊重他，所以为什么上一次大选，你看大家多少给一个面子，我们华人就是给面子。上一次大选真的给他面子，给足面子。好像韩国瑜所讲，高雄人已经没有民进，高雄人已经没有欠民进党。这句话我觉得也可以，多少可以套用在我们这边的，我们也没有欠，真的，好好的想，如果你那，如果。
哎呀，不要了，等一下又说我去打选战，哎呀，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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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选战，就一个小时了，我的直播时间过了，哇，现在已经是11:47呢，哇，要过半夜了。如果今天是 Christmas Eve 就好，哦 ，Christmas Eve 24号晚上不可能直播。我跟家人有晚餐，吃得来这么几点？回到几？应该不会了，可能有啊，可能。哎，我不要讲，等一下你们说，又这边让人家什么？是理也是理，我们很难拿捏的，哦。所以谢谢你们三位哦，进来，谢谢六位按赞。啊，刚才有些是重复的，不要紧，我照讲。然后把这个弄好，影片的话，那些没有看直播的过后可以看，好不好？你们这个背景应该可以吧？已经是算是改善了，好，谢谢大家，晚安。